日前有网友曝光了一组赵雅芝20年前拍摄的电视剧《状元花》，又名《笑看良缘》期间的片场花絮照。当时41岁的她清丽如少女，网友惊呆：“你说18岁我也信。”我想，哇，14岁就这么成熟漂亮了吗？仔细看，他们41岁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更像41岁。说到张柏芝，她是公认的不老女神，也是一代传奇巨星，甚至是大家公认的大美人。她影响了几代人的审美观，上到60、70岁老头老太太，下到10几岁的00后，都是她的粉丝。她身上有着所有东方女人的高贵和典雅，给人的感觉既温柔又美丽。赵雅芝和黄景生1984年结婚，育有3个孩子，携手走过了30多年，两人依然恩爱有加。如今已经64岁的赵雅芝，一直都保持着完美的状态，让人羡慕不已。